Vlog 零五，两天一夜，我们把特斯拉开进了原始森林。耶、yeah ！我们现在出发前往奥林匹克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公园是这一块，它范围很大，我们要绕着它走一圈，准备逆时针方向走。然后我们将去前往第一个充电桩，充满电以后以满状态进入公园，然后我们在这里过夜，待完一晚以后，第二天在这个福克斯小镇第二个充电桩充电，充满以后第二天玩这一片北边玩完以后，我们最后充完电然后回家，就这么简单。进公园之前先去沃尔玛买一些水和方便面。84，很便宜啊！我们来充电了。他提供的厕所居然这么简陋，移动厕所就一个坑位。我们充到297麦的电，差不多快满了，我们就走吧，出发了。现在要去寻找一个我在网上看到的景点。我们现在第一个景点呢是这个叫做海与原木。公园的地形从海滨到冰川受高降雨量的影响，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植被带，为太平洋海岸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多样性栖息地。对于数千种海洋物种而言，这些沿海水域是避风港，在这里可以欣赏到原始海滩和海洋野生动植物的奇妙景色。好了，我们现在看完海与原木，我们准备进入温带雨林了。我们要进可可雨林，需要开一个小时，然后要进到这个山上嘛。我们离那个奥林匹克的山峰只有一点点距离了。怎么开着开着我的副驾驶没了？他是不是被我忘在刚才第一个景点里面了？答案是他在这里。这个营地一晚上是20块钱，但是自己注册的，先选一个位置，记住那个编号，然后去付钱。10号，要不要？好。我们现在在选营地，选一个合适的位置，周围都是住满的人。7吧。七。嗯啊，对，七。对。这些是已经被人占好的位置，然后从这个里面要几个奶茶，拿一张小卡片。好了，我们营地选好了，选了7号营地，然后就是 scan 了他的二维码，付了20块钱的营地费，然后占了一个坑，所以就不用担心了。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进雨林。可可雨林经常降雨，每年平均降水量为140英寸，约3.55米。结果是针叶和落叶物种都茂盛，绿色的树冠盖在表面的苔藓和蕨类植物为雨林的魅力增添了新的维度。与热带雨林和大多数其他温带雨林地区相反，西北太平洋的雨林以针叶树为主，苔藓覆盖着这些树的树皮，甚至从树枝上滴落成绿色潮湿的卷须。我们回到营地了，展示一下我们的营地。桌子，有个烤架，但是我们今天不打算用。好，最牛的就来了，我们睡哪呢？我们睡在车里。看看我们的床，然后我们吃的在哪呢？那真的就厉害了，吃的全在这下面。
这空间巨大无比。我们还有吃的在哪？还有东西在前面。开启营地模式，这边主要洗吗？睡的时候有网友在微博上问我说，这个我身高多少，我在里面睡的情况如何。我身高是1.83米，那我老婆身高是1.73米，然后她现在斜着睡的，她斜着睡的时候是完全打直了的，我要打直我也就是睡对角线，但是呢我其实本来也睡觉也不会绷得像个僵尸一样，但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半夜想打直。咱们火还烧着呢，房东是特别温暖。好，我们看一下还剩多少电，40%，一晚上呢我们只耗了11%的电，所以大概差不多一个小时耗1%的电。被弄早饭了啊，我觉得这车超牛的，就是空间贼大。昨天在耗这个电的同时，我们给自己的手机 GoPro 还有电脑全部都充满了电。总之很惊喜的是它这个空间是非常的大，就是一般来说如果它设置了很多小暗格，在这个下面很深，这个下面也很深，我的垃圾暗格放在左边，垃圾就扔进去，我的衣服和臭袜子的暗格放在这边。我们要进雨林了，它倒下去以后，从它上面那个根还连着。我们现在游览完这个
带那个驱蚊虫的，真的是太惨了。我恨不得把我家猫的驱虫项圈都挂在我脖子上，不希望带了。好了，我们现在要去充电了，我们电量啊还剩39%。好，看到充电桩了。好，我们大概只充了10多分钟，就到82%了，所以我们出发吧。我们要去那边。今日午饭，三明治，香煎脆皮猪排。索尔杜克山谷，1976年，奥林匹克国家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作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1981年被列为世界遗产。地上灌木丛生，野花遍地，到处是蕨类和地衣。古老的森林、亚高山湖泊和白雪皑皑的山峰，遍布着索尔杜克山谷的景观。那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已经晚上6点了。我明天还要上班，所以今天就先到这了。我们还剩最后一个景点，下次再去吧。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回家，我们要开200迈。4:08，但我们的电池只有62%，可是他预计我们到家是 OK 的，能剩5%，所以我们就回家吧。那我们这次森林之旅就到这里了，回家。这一次我们来到了向往已久、拥有远古冰川、温带雨林、原木海岸的世界自然遗产奥林匹克国家森林公园。长期以来，汽车尾气与噪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平衡。这一次纯电动车的露营旅程，我们在充分体验新车 Model Y 的营地模式的同时，希望能进一步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保上探寻更丰富的平衡点。77%的电顺利到家，结束。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转动我的小马达，作别天边的晚霞。再一次感谢大家的订阅、转发和支持。We only part to meet you again. 拜拜。